好，我们看第三题了。他说 A 是一个四乘四的矩阵，里面的元素满足这个关系式。B 是一个四乘四的矩阵，里面的元素满足这个方程式。然后他说 C 这个矩阵呢是由这两个矩阵相乘，里面的元素是 Cij， 啊，他问 C 是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 Cij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K 从一到四 ，A I K R B K Z， 那些 I J 都是四，也就是说 C 四四哈，等于多少呢 ？K 等于一到四 ，A 多少？四 K 乘以 B K 四，然后把这个元素哈带进来，带进来就是 K。等于一到四，那 A 四 K 哈，就这个带四，这个带 K， 这是四加 K。R B K 四的话，就这个带 K， 这个带四 ，K 减四。所以这个等于啊，这是等于 K 等于一到四，是 K 平方减十六，我是十六。那第一项多少呢？第一项带公式，这六分之 n 加一，二 n 加一 ，n 是四嘛 ，n 加一是二 n 加一，八八加一是九，减掉呢十六乘以多少？有四项 ，k 从一到四，四项，哇，这是二得四啊，二三得六，三三得九，这十啊，这三十，三十减六是四。所以是负34，答案是负34。